哦，我知道了。この動画がもし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をチェアお願いします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刘坤，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一餐时间了。但是你们常说为什么都是我做饭，我老婆为什么不做饭？不是我老婆不做饭，是因为拍每日一餐都是我在下手做。虽然说今天是我休息了，因为我老婆说看着我很累，下午睡了一会儿，然后我老婆说那今天晚上让我来做吧，所以今天的今日一餐是我老婆做的。炒的是洋葱炒肉，洋葱胡萝卜炒肉，我们家都是随便乱做。好了吗？嗯，这是烤肉，烤肉用的调料。好，我们家有果肠啊，并不是我们家没果肠，是因为我不喜欢用而已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老婆做完饭我们就要吃饭了。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了，我们的饭做好了，今天是我老婆做的，全部是我老婆做的。咖喱味的肉炒茄子，还有一个是猪肉炒那个洋葱，还有中午我炖的那个鸡架剩的肉，我弄点火锅调料煮了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个黄瓜，还有一个春卷，还有一个这个是别就是老表的女朋友送我们的，还有生鱼片跟那个鱼子，看着鱼子看着很不错的样子，晶莹剔透的。多分みんなワクチン打っとんねんじゃない？あ、な。痛いリンさん。ペチンプシュしないで。宝贝揍你了。みんなこれ食べてみよう。很大劲的，出去了。反了，这边肉多。嗯。好了。辛いの？私この大好き。この、なんて言ったらいいの？美味しい。今回イクラが潰れた。しぶこち。うん、飛ぶからやめて。口の中で潰そう。はい。今これ気をつけて。そうそう、ピューって飛んでくると嫌やからちゃんと口閉じて潰してな。口閉じとったら、うん、今天呢是让我老婆哼歌，就大家听那个歌曲然后猜歌名。我们这次会叫老婆哼完之后，我们会说正确的歌词啊，歌名啊。刚才因为这吃饭的时候孩子在那闹，所以也没有拍成。嗯，等孩子们都睡了，我们两口现在单独的在一起。现在给大家接着刚才的话题啊，还第一个让老婆唱。不是说唱音乐，大家听音乐猜是哪个地方的音乐或者是哪首歌。我老婆说完之后，我会一二三等三秒公布答案。哎，过来。嗯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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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知道不知道？这个是一个不能算是歌吧，是一个地方的一个东西。好了之后，然后会提醒你的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个是麦当劳薯条炸好之后的机器，就是起来的时候的声音，大家去听一下。咱们国内是不是好像也有吧？日本的是全部这个声音啊。然后第二个，嗯，次，隠していく口難しい。嗯。嗯我知道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柯南 ，nice， 好，然后下一个，第三个，
得笑。可能，我好像这个我不太懂，这个我这歌我没听过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公布答案啊，你们猜到了没有？这个是蜡笔小新。还有谁？蜡笔小新。哎，第四个。这个肯定大家都知道，每天都把你吵得睡不着觉的一个音乐。应该的。小苹果。应该的。好了，下一个。できる？我应该知道的，应该都知道吧。公布答案了，北国之春。一、二、三。嗯。だ、コダイモン言ったよ。言った。うん。噛み合わへんわ、全然。好，下一个。知道了吗？这首歌，黄家驹的歌，那歌名我不说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好，下一首。嗯，哎，なんだっけ？我突然之间忘记了这歌叫什么。我老婆说这首歌让我哼哼啊，因为我是压轴的，所以要跟大家提高点难度啊。行，看看啥时间，让我想一想。看看啥时间。先停一下，让我听一下原唱。ずるい。我叫我听着原唱。好了，哎呦，我哼哼完了，我天哪，我累死了快！大家猜到了，我的水平唱的不行，哼哼的也不行。好了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告诉大家吧。老男孩，不知道大家都猜对了没有？我的水平太高了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歌は上手い下手じゃなくて楽しいか楽しくないかで大丈夫。谢谢谢谢。でも歌楽しい方が、歌ある程度歌えた方が楽しいけどな。最致命的一句就是，唱的好听的话会更加的快乐，唱歌的时候。那那。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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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后来日文版的，后来日文版的后来。好了，我们这期就让我们水一期吧，不知道大家猜对了几首，反正就这几首歌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点一下关注，期待你的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和收藏，我们下期拜拜，拜拜。